这是一件由那个钢板雷射切割出来的一件作品哈，然后，由一块钢板，然后变成一个鹿的家族哈。因为以前哈，在这一块土地上哈，三四百年前哈，这里曾经是鹿群哈最喜欢的地方啊，所以我就用鹿这个题材，然后来构思，南柯生活这件作品哈，所以。上面的那个亚克力哈，它象征，它是象征啊大树哈，象征森林。我们希望这块土地以后有大树，有森林一样很茂密的一个原野。那我们希望哈，鹿还会再回来哈，就是以后这里还是有，是一个有鹿出没的一个地方哈。这是我的非常衷心的一个期盼哈。也希望这个科学园区里面哈，充满绿意盎然哈，然后有森林，有很多林荫，有很多，可以让群众可以很徜徉、很乐活的一个地方。